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27集的节目。今天来给大家做 Kingdom 系列的这个花豹，它是第一波的 Deluxe 等级，它是一个非常棒的玩具，我个人强烈的推荐。但是呢，它也有它非常致命的缺点，主要是在它的一个设计跟材料上面呢有两处的小毛病。扣除掉这两个小毛病呢，啊，待会变形的时候呢才能给各位做一个说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人形啊，它有一个帅到爆炸的一个头雕，非常的好看并不亚于呢先前给大家做的那一款魔龙或者叫恐龙勇士的一个头雕，非常好的一个头雕。胸口的这个豹子头的话呢也是做的非常的生动，上面的这个斑纹啊印的都非常的工整，非常的清楚，身上的细节呈现也非常的好。手臂的话呢有很好的可动度，首先的话呢这个地方360度转动是可以的，手臂的话呢除了二头肌可以转之外，这个关节也可以转动啊，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部的一个关节可动性。手肘弯到90度超过，手腕的话由于变形的需要也可以转动，腰身的话呢是可以转动啊，这个要把它捏紧，然后裙甲可以动，脚前后踢，各位可以看到并非是球形关节啊，并非球形关节，外摆内收也是有的。膝盖的话呢弯到将近90，脚前后动没问题，还可以往内折啊，还有一点点的一个接地，非常好的一个站立性。以及的话呢有一个武器在变形的时候呢可以变成一个兽形的尾巴，可惜它没有一个长子枪的一个设计，但是很多配件包厂已经开始制作了啊。这款玩具的话呢摆在桌上的一个色泽非常好看，蓝黄的色泽看上去都非常的舒服，而且它摸起来玩具就是很有质感的一个感觉，整个质感重量摸起来的触感倒角的各方面的一个坚固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玩具啊。请大家支持正版是一句屁话，因为没有人反正版啊，只要你正版是这个水准，谁还需要喊口号支持，对不对？也没有什么第三方啊 KO 的事情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就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因为它的一个问题都是出在变形的时候呢才会有啊，让我不禁想起了这个官方的这个 MP 的这个花豹啊，也是在这个一变形就坏掉的啊。首先的话啊，我们在变形的时候呢把肚子这两片给打开啊，然后整个给推到靠外侧去，再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头往上仰一点之后呢再旋转180度往后面靠下去，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小小的缺口，在这里它本来是有一块凸要扣进去，那个凸在这个豹头的后面啊，在这个蓝色部件跟这个豹头的中间呢本来是有一个凸啊是连接在豹头的，但它已经断掉了记得啊两侧这个一定要打开，然后从这边往上挑，它这个豹头呢是含住一个凸啊，你把它往上挑的时候啊尽量啊至中把它给挑出来啊，不要让豹头的这两侧的部件去碰到这个蓝色的部件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已经有白痕了，因为这一带的塑胶非常的薄啊。那除了这里之外，其实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它这里头啊本来是有一个凸啊，在这里啊这块凸啊我也可以把它抠出来一点，你看尸体还在里头啊，这里有一块凸，它本来有一块凸在这里，但它已经断掉了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这样你把它往上一抬起来的时候啊，其实那个凸啊就已经硬生的被这一块部件把它给压断了，就断了，没得救，我第一次变形它就断了啊！说明书只告诉你往上提，我真的往上提的，我真的没想到说它里面有个凸断了，所以它跟这个地方就无从结合。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带，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的塑胶薄的跟纸一样，就是这个地方非常的脆弱，非常非常的需要注意小心。那为什么侧边会有一个白痕呢？因为我这个地方断件之后呢，我尝试呢把它粘好之后呢，试着把它挑起来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压到它。所以我挑起来的时候往左或右稍微去想要用一个闪躲的方式，结果呢不但没有救到它，还导致侧边又多了一道白痕啊，是得不偿失啊。总而言之呢断了就算了，为什么呢？你把它扣进去基本上它并不会有很大的缝隙，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真的问题不大，而且它这个头啊本身就没有其他的可动，除了嘴巴之外，所以基本上变成这样我认为问题也不大，是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呢同样的一个问题，卡扣过薄，这个地方一样，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这里实际上一样有白痕，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卡扣就稍微薄了一点，变成说呢这一款玩具呢好玩是好玩，但是呢
在这个这两就是在这个地方跟这个爆头这个地方的这个变形啊，真的是要稍微去小心一点啊，的裙角放下来，两侧的话呢朝中间呢做一个集中。那这个集中的时候记得啊，这个裙角这个不要把这个腰部给一起包进去啊。如果你把腰部这两个零件一起包在里头的话呢，你这里呢会合不太起来啊，因为它塞了不该塞的东西啊，应该是扣好之后再把这个部件放进来，然后这个抱的前爪呢就试着放下来就行了。后脚跟就更加简单了，这个脚直接往后放，这个往上面塞进去啊，这个如果你的这个接地有洞的话就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就塞进去啊也就可以了，这样的往下反折下来。好，两腿的话呢稍微开一点点，把这个尾巴给组合回去，那么它的一个变形呢就非常非常行云流水的就完成了啊。可以说它的变形设计啊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就是在那一块你干脆就不要做那个凸啊，因为我觉得你没发现没有它好像也没什么影响嘛，那你做个凸让我折断了不让我心情不好吗？你没有它好像影响也不大吧，也是可以变形到位啊，你干脆不要做。然后这个地方的塑胶啊就是稍微厚一点可能就不会那么危险了啊。这个地方没有变好，这个地方记得翻出去，这里也是一样啊，这里翻出来，这地方翻成这样。好的，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花豹的一个整个一个兽形。那可动的话是基本上只有这个手前后动，然后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脚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可动，但是实际上动应该是这里应该是不要动啊，就动后面就行了。那尾巴的话是比较可惜啊，是一个卡死的一个状态。然后头的话呢，这里呢看上去好像可以转，但其实转不动，只有嘴巴可以动了啊。那么豹子的一个体型呢也是非常足分量的一款 Deluxe 等级的玩具。整体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那个凸啊断了我真的我不在意了啊，因为我认为可有可无的一块部件，但是这个脖子的这个零件太过于薄啊，导致你这样抠上来的时候呢真的你要很至重的把它给抠起来啊，这个可能是它这款玩具呢我认为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不然的话呢我真的会觉得呢这是一款很适合推荐给新手玩家去做体验的，因为它本身变形也是非常直觉的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推荐啊这一款非常棒的一款王国系列的 Deluxe 等级的玩具，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